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们不都说好了不互相打扰吗？哎，我觉得那个案子我有个疑点，我今天啊跟村里面的大娘聊了一下。门在那儿啊。你这个小破车也不行呀，开这么慢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不是也跟我来的吗？哎，师姐，徒弟都已经跟我交代过了，一会儿我就负责询问，有什么技术层面的事儿，就拜托你们二位了。没问题，走。走。你好，大娘。王大志家住哪儿您知道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们是公安局和检察院的。我们不是，哎，喂，不想欺负我没那么容易。你这个老太太太不讲道理了，我们是来执法办案的。我管你是公安局还是检察院的，别想去在我老太太头上拉屎。你们乱抓好人，你们屈打成招，我不能好死。喂，走。喂，我们不是来问王大志的事情，我们是来问彭娟为什么和王大志离婚。他是个不下蛋的鸡，我不知道。走吧，问不出来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们不都说好了不互相打扰吗？哎，我觉得那个案子我有个疑点，我今天啊跟村里面的大娘聊了一下。门在那儿啊。哎，你先听一下我的录音，我真的要跟你讨论一下。我不想跟你讨论。哎，明天我会把这个门锁起来，请你以后不要随便来我家，行吗？